在 TVB 拍了16年戏都没有代表作，专演女儿或丫鬟西影当少奶奶后，40岁的她竟然变成这样。吃 TVB 奶长大的你们一定知道她，她就是汪以琳。据资料显示，她的原名是汪小文，于1996年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毕业后加入无线电视，此后几年都在无线剧集中出演配角，有时是主角的同事，有时是剧中一闪而过却对剧情有一定影响的角色，其中如《刑事侦缉档案》IMI 的詹翠儿，壮王宋世杰二的小青，都是楚楚可怜的角色。 Photo Sobs Golden， 直到1999年底，由于牵涉进业照恋而人气急升，实为无限所重视，此后在多部剧集中出演女三或女四的角色，如十月初五的月光的汪海林，岂呢大壮的蓉蓉，洛神的崔福，七号茶馆的孙敏华。 Photo Sobs Ikinru，2003年后，由于甲状腺疾病而减少工作量，出演的剧集和戏份均有减少，但也不乏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如《金枝玉孽》的陆浩雪，《凤凰四重奏》的荣德善。 Photo Sobs Suha，汪林算得上 TVB 里的金牌丫鬟了，《锦绣良缘》里的阿依玛，《洗冤录二》里的白如梦，《金枝玉孽》里的陆浩雪，汪林似乎成了丫鬟专业户了。 Photo Sobs News Cree，近日香港无线深宵时段重播的《刑事侦缉档案》IMI 讲到剧中即将遇害的汪以琳，再次唤醒了观众久远的回忆，当年她是电波少女的成员，曾拍摄多出剧集，20年过去，汪以琳选择息影做少奶奶，现实怀有身孕，预产期是七月尾。Photo Sobs HK01，虽然在无限16年拍过多出剧集，但一直未有代表作。2008年汪以琳下嫁商人张忠贤，至今育有一名女儿张子彤。汪以琳在2013年离巢，专心相夫教女，淡出目前做少奶奶的她，现实怀上了第二胎卡。 Photo Sobs HK01，女儿长得巧可爱。 Photo Sobs HK01，现年40岁的汪以琳看起来还是很漂亮，只是少了当初的稚嫩气息，多了份成熟韵味，乍看之下，是不是有点像马来西亚电台 DJ 李心怡呢？汪以琳，左，李心怡，右。